这个两年我爱鸡肉沙发里了哇，这一嘛嘞，是吧？不是影响到你们这个？这肯定有影响。这两天有钱没有钞票毛也买不到嘞哇。如果呢，因为像马来西亚那边已经通知我，可能就是说海关有可能是会禁止，但现在还没有进一步确认。